9月26号才风光通车，武汉光谷空轨悬吊式的车厢、无人驾驶，还有透明地板，主打观光轨道，吸引不少11游客。7天之后却出现首起意外。网友拍下当时情况，列车停在月台边上，车头左前方有疑似列车门片的物体掉落，月台上还挤满了乘客，却无法上车。这个我暂时还不太清楚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如果就有那个的话会通报的。这个是乘坐的乘客弄坏的，不是被挤开了。大陆媒体报道，列车确实发生故障，之后疑似有乘客按下紧急按钮，导致列车断电。十几分钟后，车厢内闷热缺氧，有人头晕，因此用列车上的击碎器敲碎了车窗及车门。另外一个长假的话题是河南的一场大型音乐节，游客去听歌，帐篷区内却遭到宵小入侵。你家小孩呢？你让你家小孩，你看到是电脑，你往包里装。音乐节共接获73起窃案，当地警方说目前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，积极侦办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